看到无？拢已经飙车，你搁还袂去分享点个搁按赞吗？紧去啦，甲小铃铛开开，知无？啊，我紧去，搁在遐翕。阮大个拢讲话啊，更唔紧去。家里等我一下啊！哦，啊，这久无出山，足忝啊！好，我来。紧哦！好啦，好。雷米啊，你看吼，这吼就是洛神，你捌吃过洛神蜜饯无？有啦。你捌吃过哦？你有看这这侪狗遐？哦对，哎。刚刚哪一家这啊？哎呀、啊，因为阮这无毒啦，无你分农药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啊猪母母所以狗也真介。嗯。嗰你知伊安怎办无？要办进前吼，你先拍者，害个狗也拍个裤脚者，嘿，你莫拍来我家咧。八套。啊，你好不？会使啦，会使。好，啊你先。过来。这条较大了，这条较大了。这条。嘿，好，咱来办起来。对。啊，啊你让你吃，你狗也就吃落呀。慢较济哦，你慢慢来，我会使摕转去做蜜饯，嗯，都买使做果酱。哎、欸，交我朋友，我收到你爱交我讲啊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一个蜜饯，今麦转来做洛神花蜜饯哦。哦好。你是阿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伫法国，我嘛有一个地，阿、哦哦、马里青。七宝啊，蛤蟆皮啦，虾米多豆啊，哦，足侪物件。安尼哦，啊，啊算安尼，你嘛讲是农夫呢，哈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咱乌市的所在，真正是好耍好吹的所在，啊，不卖不了。哦，绝对卖不了，逐工拢有新鲜事哦，趣味的代志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才会搬来遮。嗯。我搬来遮七年外，啊，逐工拢感觉足趣味的。嗯我失败。哦，你比我比较厉害。你看，把它寄空在家。哦。啊，这啊这点面就会使来做蜜饯。还跟你家？你哪会想要来这个城街的所在啊？其实我之前就拢在台北吃头路，虽然说以前的工作吼，拢有他去上山下海啦，送啥，但是呢，平常时都在台北吼，感觉呼吸困难，你知影无？压力足大。嘿啊。吃当然是足水，风景足水啊。讲起比起嘛袂歹，嘿，啊，不过无多等字啊。我较戆啊，我就想讲，不管啦，我先来甲讲啦。今来个遮，我感觉讲我应该爱做农业较对啊，吼、嗯。所以我就开始甲南澳自然田阿刚啊、阿聪啊，吼，种田，我就逐天当小跟班。我看伊安怎插秧啦，吼，安怎管理，安怎哦除草啊，对不对吼？安怎收割？啊，种菜嘛是同款，我。家己种的时阵吼，也是常常吼种半工种无啥，啊，就慢慢啊有摸索出讲你的一个生活的步骤安尼啊，对啊，安尼无简单。你有希望我一工嘛是会使来种他的所在，家己有一批了田来再种安尼。我嘛希望会当有一个这种生活，家你这种生活有关。我先来滚起，啊滚起来，这难免爱下去十秒钟。你也全部都拿去哦，那因为它是对，所以你有斤两三十，啊，你帮我算过，两面。好，坑了呀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今仔捞起来吼，无伊会伤烂。好，啊，今仔坑在遮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是上尾个阶段吼，咱要来做蜜饯啊，就是爱糖加这嘛吼，啊，你下面吼，我只铺满吼。啊！你今麦帮我吼，放一汤匙啊，嘿，较大汤匙啊啦，少，嘿，啊对，吼，啊平均啊，搁放一撮，搁放一撮，
那进去，同桌你你跟我讲，你跟阿刚啊，好亲善啊，阿刚嘛都识在伊啊。有啊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，所以呢，什么呢？阮家的自然田的好朋友就来跟咱做阵食饭。哦，做个食饭，哦，真好，真好。跟你报警，我要给你送个爱贝球布。啊，你敢不送？对啊，啊，送爱外啊。菠萝蜜做好了。Hello。来来来，有我。米布丁哈，哇，怕婆啊怕婆啊，这我煮诶，这你煮未啊？对啊，煮诶，嗯，来来来来，好来，来，我来，生丁啊生丁，嗯，好食，哇，好食好食哈，哪一家好食了？对啊，真好食呢。啊，刚好我问你啊，我听讲加沙有足侪人来吃打工，挖拖，当时是什么情形啊？有吃有住，只要你愿意工作，你都可以来。家拢常常拢二十几个人在咧工作，拢过安尼淡薄钱啊？就自然农法起码第十年嘛啊，确实要咩经济量产不容易啊，但是做友善土地、守护土地的角度，那个在做观光啊，这方面其实可以平衡啦。南麻自然田嘛，阮是叫做阿聪自然田。嗯，当初甲伊同款，就是伊骗阮翁来的。我来干咩啊？我来干叫来。你应该感谢伊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基本真感谢伊，真正。足侪人哈，大家就习惯了，了解自然农法做法，所以也就让很多人当引导嘛，继续从事友善农业。阿胖做旅游哈，我六十年还无。啊，拜伊，甲拜是要创啥？种田。嗯。甲拜种田了，无去拜五拜六。不开始转来讲，恁来连诶，遗产拢爱抢去啊！即摆唔听。对啊。啊，你妈到底吃？对，我住山顶。山顶，哎，住伫山顶。我山顶啦。我妈爱爬山。你爱爬山？我遮足侪山顶的路会当。对啊对啊。啊，你等下敢要当带我去山顶啊？会当啊。啊，我准备去管理你住的所在。哦，好好好，多谢。阿姨啊，哎，哦，吃真正是清爽啊啦，系啊，吃迄路足惊，哦，是啊，我大惯势就好啊，对啊对啊，啊，你当初是安怎想要来山顶啊？伫山顶挺久啊？因为以前我就伫遮生嘛，啊，就去台北，十五岁就去台北啊，啊，住三十几年，要四十年啊，就一直想讲要转来遮。空气较好啊，哦，不过甲台北差少济啦，嘿，遮就我远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哇，大哥，你是咧种草啊，对不对？你内行哦，一看就知影我咧种草。哈哈，无啦，我是伫种印加果啦。诶，什么是印加果？伊会当吃诶水果？唔是水果啦，伊吼是一种豆啊啦。伊青的当阵会当煮来食，但是伊伫树仔顶互搭起的当阵吼，会当挽落来煎油啊。你这拢是啊？对啊，这菜条啊的拢是、哦。其实有食你这些草啊，代表你拢无咧喷药啊，对不对？无，我拢无咧喷药啊。拢是有机的。这有草吼、哦，日头晒土嘛，较袂遐紧搭起。嗯，阿姨啊，嘿，啊，不过我讲。你穿的物件足少啊！嘿，安尼有够过日无？无够过生活，
现在是在吃老本，不过回来装卡大就是说想要来好好过生活，不是为了求生存才回来装卡的嘛，对吧？这种观念不错啊，哎，啊，我爱学啊，你也可以来这里住啊。阿姨啊，哎，这真正有厝会当住啊？有啊，这就是阮家的老厝啊。哇，别墅足古早，这是阮旧厝啦。嘿，我即摆是住遮啦。啊、哦，差足多。真正是理想的人生。法国人会讲是啦 ，belle vie。你正住伫台北个环境，哈，应该足老嘞。哎，啊，民生你即摆住伫山顶，应该。足孤单，足无聊。山顶好耍的代志足多啊，高山啊、碰瓷啊、鸟啊足多啊。暗时啊，听蝉鸟啊叫啊，暗光鸟叫，即卖已经是足惯势啊。所以这真正是足好的生活。老师讲，我足新鲜哩啊，因为你逐天会当亲近大自然啊，脱离遐尼会。诶，环境来的，你不需要什么什么电视啊？你看，这像你水的环境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冷气，你嘛免开冷气啊？无冷气啊。所以自然的风就好啦。暗时啊，睏过啊加棉被，足冷的。啊，你几年拢会拢住伫遮？对。冬天啊，热天。嘿，拢住伫遮。啊，我决定，我嘛想要住伫遮。欢迎，哎，大家会当饮茶啊，开讲，好不好？欢迎你来，哎，你啊，到山啊。那做你嘛拜啦，王爷你嘛拜一个。水仙金月过去，我过你都袂嫌话。风神你嘛拜啦，妖王你嘛拜一个。一面墙搬一出戏，咱的梦演到何时？月娘挂日头，风味。现在无输坐巴士，一定有 YouTube 哦，赶紧的来点赞、分享，搁啥物啊？订阅，搁加小叮当。阿弥陀佛，你是小叮当啊？你想要加小叮当？